台中，台中的大雅区不但是小麦的故乡，也是电影镇头、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发源地。为了要推广在地特色，当地要在19号举办表演活动，还有国小学生为此苦练战鼓曲，希望到时候能够有精彩的演出。台中市大雅区不仅是小麦的故乡，也是电影镇头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发源地。为推广大雅区特色，将在大雅国小举办大放光芒、一起风雅活动。当地国小学生化身小九天，要表演苦练而成的战鼓曲，现场也有丰富的摸彩活动，欢迎民众参加。我们最主要还是九天的一个大九天尬小九天的一个表演，这个表演是非常精彩。练鼓需要重复敲打同样的节奏，双手练到破皮起水泡是基本条件，但小九天们一起打鼓互相鼓励，就连回家也拿桌子枕头当战鼓练习，相当努力。回家就敲桌子，要不然就拿枕头敲。喜不喜欢打鼓？喜欢。2 1起动，台下朋友，欢迎热烈的掌声！联合报林佩君台中报道。